主料花生1000克，辅料清水、盐、花椒，丁香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买来的鲜花生用清水搓洗干净，滤干水分，放高压锅加适量清水，加入适量的盐，再放入花椒和丁香，高压锅胀气后8分钟关火，泄气后在原汤汁里浸泡2个小时以上。烹饪技巧，盐的量可以适当的多一点，高压锅煮出来的刚开始里面的花生仍不咸，但用汤汁浸泡过后盐分会进去，如果是直接用锅煮的话就不用再浸泡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